招待人不行了，感觉已经。背让我学鼓，你们啊，那咱们挑战什么不好，非得挑战架子鼓啊？对，那就行。救命！那么多人在现场看我打鼓，不许笑。轻一点，这声好听。我们打就是温柔一点的歌，可随便拿一首，想想，稍微慢一点点。啊，打一转吧。行吧。简单啊，对，简单，然后是我能学会的那种简单。其实这个东西也很简单，这个不懂架子鼓的就是上一课啊，踩一踩，就是咱们的就是一个 B 叉，你左脚给它踩住，对，脚踩住，然后右手去打，对，就是踩住，对，然后不能松哈，对，不能松，然后去右手去打，右手，对，这个手去打。然后还得这么来，动词大词，动大词，动词大词，动大词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小节是吗？对，这是四拍，对，一拍两拍三拍四拍。哦，那它一直重复就可以吗？对。哦。对，走，动词大词，动词大词，动。三遍，不要送慢了，感觉。四遍，痛。过不过四，刚才是。我已经打到后面，我感觉脑子没有再跟着他走了，就是手在自己动。打第一遍是清醒的，这个是不是大家都刚开始也会都不清醒？对。嗯。你已经很厉害了，真的。对。就是也没有别的变化了哈。对，基本上主体我刚才听见就跟副歌是这个节奏型。学会了。对。你们给的挑战就是，是你自己挑战，我们老师有难的。还没彻底完呢，还没结束呢，对吧？哦，他那个桥段那个地方有段花。对，这个 groove 是三小节，还有 fee。一般咱们就是鼓花都是就三加一嘛，三个六弦，然后第四小节作为加花。第四小节作为加花的话，你可以随便去 fill step。是这样吗？对，是这样。OK， 感觉敲架子鼓怎么样？好累呀、啊！我天，我觉得老师一场帮我打15首歌，还有摇滚那种，哇，多累！我打一首慢歌已经快不行了，深刻的体会到他的辛苦。真的，下一场我觉得我可以爱转上去，就是串个场。这是明星。待会儿咱打这个行吗？你看，这也比较简单。这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太简单了。对自己有点信心。哎，稍微累一点，然后还有这两个，对，大鼓还有这个军鼓跟三通鼓。哦，他俩。对。对，听见。老火就什么难的？好，加花。现场的朋友们，众所周知，就现在这个视频也是为了，就是我在后台换衣服，为了我争取时间啊，然后就是完成这个挑战啊，然后现在我要上台啦。
拜拜。